我的故事是高雄科技大学配合的嘉义县政府教育部含教育部办理要不要一念间的反毒行动博物馆巡回特展，现场大概有350人参加，场面热烈。为唤起师生对反毒的重视，参展的反毒行动博物馆大概45尺的会规，由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直接打造，配合反毒和防罪展示教育进行设计装置。展览内容包括五吸毒对面貌与人体的影响展示、要害影片与案例新闻展示、鸦片与毒害在台湾展示、新兴毒品 3D 幻视图、要害的阴影与求助等展示，定被短租得灯窟，一定啊会对毒品有更深一层的认识。那么对毒品认识之后啊，我想你就知道毒品的危害，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就不敢以身试法，以身害身。高雄科大校长苏炳宏也非常肯定这项活动，并表示学校非常重视防止学生药物滥用的工作。学期中除了办理自家的讲座、参访等教育宣导活动，也特别将反毒教育定位到通识课程的教材。新闻科学方面，分享采访报道。